分贩卖机啊，要哪只？这只好特别。啊，这只有点丑，它是我昨天在山上抓的，屁股的毛都烧焦了。你要不换个别的吧？不用，我就要这只。行，那我给你便宜点。不用不用，它就值这个价，卖便宜了还会不高兴吗？鸡还会不高兴啊？那、no。阿离，阿离，你这是救了我一命。你身上有海水的味道，可是附近的渔夫。渔夫？我不管你是谁，也不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但你且听好，我非寻常人。你看我这一身不同寻常的伤，便该知道。但是，即便我伤成这样，你若想害我，我也有一百种方法对付你。但你若想帮我，他是待我伤好，我必定携重力来帮。你都这样，还在跟人斗智斗勇。沈离啊沈离，我不知道是该夸你，还是该心疼你。